那你先来吃吃看它的这个蛤蜊青酱。嗯，蛤蜊这种东西就算了，虾子我也不说了， okay, 给你了。好。西提，别闹了，这虾行吗？最后这个重头戏哦，就是我们的和牛鲜烫洋葱汤。嗯 ，Oh my god， 最后这个真的是太屌了。呦呦呦呦呦，又到了我差点唱呦呦呦呦 ，Cindy。What's wrong with me？ 爱你。啊，可以唱吗？对，什么？什么叫这么胖可以唱？跳起来吗你？什么 ？Cindy？ 呦呦 ，Cindy baby。别一直笑你。爱你。好，又到了我们这个超爱全联开箱时间哦！大家看到这个满桌啊，今天又有很多的新品跟必买回购要跟大家分享。告诉你，新品超级强，算是我们少数开全联新品里面价格算比较高的，而且是王品的哦。直接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第一样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就直接先来讲今天唯一一个回购哦。回购还买错，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不是，我原本今天本来有要买另外一个新品，叫做真鲜焦糖起司虾脆片。我本来是要买这个脆片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太难买，我跑遍了林口、龟山，有可能。然后一样，这是新北没有。然后我有问啊，他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新品哦，它是区限定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我想说啊，可是好想吃虾饼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这一款呢，哇，我们上次开箱的时候，我们一致认为超好吃，但是然后就顺手买了蓝色的才好吃。默默也看到说为什么是红色，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买的话，你自己回去重看一下，请看一下。第一款回购直接落赛哦，那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几样非常厉害的新品啊。我们现在开甜的，第一个就是这个韩国乐天的巧克力年糕派，它这个听说很好吃，而且它是年糕，这感觉就是默默会很喜欢吃的东西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咬下去怎么样？感觉吃起来如何？它的外面巧克力就像乐天的红色那个包装的是一样的味道，甜度你觉得是 OK 的？嗯，是好吃的吗？你觉得？还行，就很像吃巧克力派啊。只是它的口感上是，它只是从蛋糕体换成年糕，对，还行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一般的抹茶就好。五分的话，你给它几分？三分吧。留一小边给我。我还你给你啊！你还吃进去，还吐出来？我都已经咬进去，你还剩留一小边给我就好。嗯，哦。我觉得它的那个年糕吃起来是厚实的，然后对我来讲，它的巧克力偏甜，可是因为有年糕的关系，它会稍微的中和掉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可以，再过来这个是一组，有两款，叫叫，就是这个地瓜酥，是严选台湾的地瓜哦，它有原味，然后还有糖心子。好，那我们就两包都来把它打开来吃吃看吧，大概半包少一点。好，先吃吃看原味哦，就一般的地瓜酥，它有一点点甜甜的，还不错吃的，还蛮好吃的，好吃，喜欢吗？哦呦，你要吃那个不要 Doritos 了，哈哈。他直接一个不要豆粒头，是要吃这个，因为这个甜甜的呀。这块我们来吃吃看辣味。好奇怪哦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似曾相识，但又说不上来。它的辣粉跟地瓜酥不配，不配。好，那如果这两个评分的话都是五分，你会给它几分？四分，不是两分啊。再过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三样商品。OK， 那就是王品集团出的西提牛排、蛤蜊鲜虾、青酱意大利面跟重磅牛肉丸、番茄意大利面。后面这个呢是王品严选的和牛双酱鲜烫洋葱汤，哇，这个我超级期待，蛮多人推这一款，听说超好吃。它这样子一盒里面呢有几包？两路。烹饪超简单，把它丢到微波炉，然后700瓦，直接5分40秒。那这一个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了。
就交由默默呢先来拿去烹饪。在默默煮面面还有煮那个汤的这个过程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。有一些看我们影片很久的老观众知道，其实我们呢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用一个 app， 它的名字叫做 Shopback， 不少人都已经听过 Shopback 这个平台。其实简单来说呢，就很像你本来呢要买某一样东西，但是呢你透过了 Shopback 的这个 app 呢，先进 Shopback 再去消费，不论呢是机票、住宿、美食、生活用品，或者是你熟知的一些通路，像屈臣氏、 7-11、 全家、全联，大致上一般人在生活消费当中的这些通路，它通通都会有一些限定折扣啊，或者是现金回馈。想要拿到这些现金回馈呢，其实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你在购物前先打开 Shopback 的 APP， 从 APP 连出去消费，就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回馈。不知不觉呢，你就会自己累积出一个小金库。好，就像大家看到了这个我的 APP 啊，累积了2322块哦，这是非常的多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发票回馈，你点进去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下面会有一些产品啊，还有各个通路。像这一次呢，我就点全联，全联点进去了以后呢，它这里就有很多的分类嘛，饮品、茶水、饼干、糖果啊、米面啊，哒哒哒等，就很多的分类。那你只要在购买之前呢，按领取优惠，那你就可以获得它上面写相对应的现金回馈。啊，记得是在你购物之前要先领哦。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，就是上面的搜寻商品，像韩国乐天巧克力年糕派，它上面呢参考售价是139，可是我现场买的是99，就它本来已经有优惠了。你透过 Shopback 买的话呢，它还会再现金回馈你4块钱。第三步呢，就是在它上面写的这个优惠期间内到门市购买商品，就像你平常购物的方式一模一样。回来以后呢，你只要拿着发票，透过 App 呢直接扫这个发票申请回馈。那当然它也可以选择是载具还是纸本发票，那我们是纸本嘛，我们就直接上传。OK， 发票已登录成功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在7到20天左右呢，你就可以拿到你的回馈金，并且透过 Shopback， 不论呢你是在实体通路购买，还是在线上的一些网络平台购买，只要回馈金累积到200元，直接呢你就可以把它提领到你绑定的银行账户里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？千万不要小看这几块钱，4块、2块、5块、3块、20块，因为这些事情是你本来就要买，其实累积久了，这个金额会很可观。 OK， 那个默默已经用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来吃吃看今天的意大利面，还有我们最期待的那个汤。那你先来吃吃看它的这个蛤蜊青酱。它的虾子只有两只，虾子有两只，蛤蜊大概长这样子。蛤蜊这种东西就算了，来吃它的面跟味道吧。吸皮的呢，它的面皮偏硬，这样还可以。虾子我也不说了， okay， 给你一个。好，西提，别闹了，这虾行吗？啊，换我试试看啊。它面很硬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硬。好，这个我要吃那牛肉丸。牛肉丸还可以啊，如果五分的话，我给它3.7。哦，还这么高分哦。那、啊、你的嘞？2.5好了。2.5，但我跟默默的角度比较不一样啦，我会觉得它的酱汁都还蛮好吃的。最后这个重头戏哦，就是我们的和牛鲜烫洋葱汤。Oh my god， 这个真的是太屌了，不错对不对？它肉蛮有嚼劲的，对不对？蛮鲜的，虽然是冷冻的和牛，但是这个好吃哎，淡淡的那种洋葱汤的甜味附着在这个肉上面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赞。嗯，好，再过来嘞，就是连汤带肉。嗯，这洋葱汤好好喝，很香哎，淡淡的那种肉香，然后配上甜甜的洋葱汤。对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喝，这个我大推。这个五分的话，我给4.8分，无话可说。我们今天买的这些东西的总金额是1010左右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全联的新品跟回购。那大家觉得这一次的新品哪一个东西是你也觉得还不错，或者是你还没有推荐哪些其他的新品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。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Shopback 的部分，我们也有把下载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文哦。而且我们也有帮大家呢跟 Shopback 拿到了专属的优惠码，只要到你 App 当中的赚更多，在右上角的对
兑换码呢，输入 MS2022， OK， 你就可以，太棒了，恭喜你获得奖励 Shopback 发票回馈首购回购金。你只要用它这个发票回馈功能的首购呢，它最高呢可以再获得50元的现金回馈，所以是不是超赚？好的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一个赞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身边喜欢买全联、喜欢买新品，或者是喜欢上网线上线下到处买的朋友，有钱赶快把它捡起来，能回馈尽量拿啦。那最后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、Facebook、IG 还有陌生不加好友团购社，通把它订阅起来。我们今天要挑战10万订阅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啊，他为什么这么胖？他是这阵子地震受到惊吓吗？你当他怎样？河豚啊？下一个，不好开耶。因为它太蓬了，抓不好。